杯茶吧。 修炼，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。师父一再地说，把手握紧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把手松开，你拥有的是一切。慕白，这世间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虚幻的。刚才你握着我的手，你能感觉到它的真实吗？你的手冰凉凉的。 那些炼刀炼出来的印件，每一次我看见都不敢触摸。修炼，江湖里卧虎藏龙，人心里何尝不是？刀剑里长凶，人情里何尝不是？我诚心诚意地把清明剑交出来，却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。压抑只会让感情更强烈。我也阻止不了我的欲望。 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就像这样坐着，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。